深圳地道餐厅系列地摊火锅，新鲜猪肉切片爆香，再加入辣椒豆豉，锅底现场即炒即食。餐厅品牌的金句是现炒猪油锅，拌饭三大碗啊！只是捞饭都吃到停不到口。三人套餐都是99元咋，人均33元，所以本地人放工放学都会嚟食呢一个地摊火锅噶。睇片之前，请你哋订阅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叫做 K 火加南，继续介绍好多好嘅餐厅俾你哋认识。今日介绍嘅餐厅位于国贸同东门嘅中间点啊，你哋一定识得去噶。由罗湖站出发，搭去国贸站 B 出口或者老街站 C 出口都可以，只需要12分钟。在东门天桥的地标那里望去你的右手边，就见到这一间牛福爷地摊火锅。两个地铁站都可以来到的，但我就觉得国贸站就比较方便一点，因为东门站那边就比较多人，国贸站 B 出口走过来就很舒服的。地摊火锅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其实就起源于贵州的农村啦。你只需要一个煤炉、一个铁锅、几张木头凳围埋一起呢，就大家可以一家人好开心地在吃火锅的啦。入到嚟餐厅呢，都是源于这种风格的，几张木凳围住一张台，然后一个铁锅即炒的锅底给你吃。呢间是平民的食店嚟噶，喺本地是很出名啦。咁我在大众点评见到有一个餐咧，就是99元，2至3人餐啊，系咪好恐怖？人均33元啫，如果你三个人嚟食是够饱的，只需要99元。咁入面包括咗啲乜嘢呢？咁呢一度呢係分颜色碟，你啲餸呢係自己去攞，咁就計返颜色盤嘅錢啦。咁呢个餐呢係有两份红盤、两份嘅黄盤、三份白盤同埋蔬菜杯。咁呢一啲係咩嚟嘅呢？转头就会影俾大家睇下㗎啦。首先睇下我个锅先啦，咁我自己就单点嘅啫，我就冇用到套餐优惠，我哋就鍾意食咩就攞咩，因为你呢度攞极呢都係好平。首先呢花盘，即係嗰隻碟有花纹嘅呢，就29.9元，就係啲贵少少嘅食材嚟嘅。至于其他红黄白盘啊、蔬菜杯呢，我就一路影嘅画面一路话俾你听价钱，打咗喺个画面上面。咁样大家就易睇好多啦。咁我揾呢间餐厅呢，就试完我呢前几日喺电视嗰度呢，就见到有个旅游节目去内地呢，就食一个地摊火锅，又係自己一碟一碟咁样攞去个篮度，跟住就攞埋台嗰度录啦。咁我见到好想食啊，细细碟细细碟呢自己去攞呢，好有风味。咁所以呢我就去揾下深圳有冇啦。咁我问深圳嘅朋友，佢同我讲四围都系啦。咁喂，你四围都系，你讲间多听啊！我唔识啊嘛，我直情叫咩名都唔知啊。因为搜寻火锅店就会出晒嗰啲潮汕牛肉啊、鸡煲啊、椰子煲啊咁样，咁我都唔知道呢一个名原来叫做地摊火锅。同埋我以为只系好似一个自助餐咁样攞埋嚟去录啦，但原来唔系，系佢个锅底咧都大有来头。佢唔系就咁俾一个汤底你就食噶，系会炒一个锅底喺你面前炒，炒完之后咧再加汤，然之后先食，系现炒嘅汤底嚟嘅。大家我估好多人都未食过呢一个，真系。所以我觉得呢一集你哋系要睇嘅，又即系你就算唔嚟食咧，都学多一样嘢咯。即系又分享下俾大家听，原来我呢个就系叫做地摊火锅。咁喺呢度咧嘅餐品咧都好多好多款。咁同埋我入到嚟咧，我已经系4点过嚟噶啦，星期五嘅4点，但入到嚟已经坐满学生放学咧，学生自己都嚟食啊，嗰个价钱系平到。咁啊有啲喺度翻工嘅市民啦，同埋学生系比较多嘅。这个时间真的。这个是取菜篮，可以一碟一碟地拿完在个篮度拿回埋位，如果你坐得比较远的话。这个是猪脑啊，我就不讲了，我很多人都不吃的，但我很喜欢。那烤滑是必嗌的，29.9元，是花碟啊，这些就是花碟，有花纹花边的。那我在一个鱿鱼王啊、鲜油啊、肚油啊、墨鱼啊、鱿鱼啊那些，我全部都很喜欢，我全部拿了这些碟。这个就是红碟。
红碟咧就系19.91一碟嘅，呢个系福袋啦。咁另外有一个要介绍俾大家，系腊鸭肠，我相信呢一个都系腊鸭肠嚟嘅，因为我又唔知佢系咩肠，但喺澳门系成日食嘅，澳门打边炉咧系必嗌嘅，咁我一定要攞啦呢个。咁黄碟咧就系9.9，咁你唔好以为咧，哇，咁你全部19.9、29.9咁样加埋，好快300-400啦，唔系噶，其实你会攞好少嘅肉类噶咋，佢呢度嘅白盘盘咧系3.9，而蔬菜咧系0.9啊，即系你攞十杯菜咧都系19嘅啫。咁白盘3.9嗰啲咪食多啲咯，黄盘呢啲9.几咪食多啲咯。呢个系白盘咧，鸭血都系白盘嚟嘅啫，3.9。所以头先嗰个99嗰餐咧，其实真系食得饱三个人，同埋你嚟到好多时咧系主要食饭嘅。佢呢度系推介你咧系要捞饭，话要食足三碗嘅喺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即系99咧，可能三个学生每人30-几咧就嚟到打边炉咯。你睇下，学生放学，我哋以前系食个西多士，喺呢一度咧系嚟打边炉噶。另外都仲攞咗啲餐点嘅，咁我就唔多影俾大家啦。另外有呢一啲牛扒叶啊、芋丝啊、肠仔啊咁样啦。咦，同埋提翻大家，虽然呢间叫做牛福爷，但系呢度系冇牛食噶，呢度主要系食猪肉噶。你唔好以为你食牛啊，其实呢度系食猪嘅。终于见识到呢个锅底，咁个锅底咧系有好多猪肉新鲜切片啦，咁有啲蒜头啊、豆豉啊、辣椒啊、葱啊咁样啦，爆香佢。咁一嚟咧就落咗啲猪肉片啊，将佢炒到出油啊，咁系有专人服侍帮你去炒啦。咁一只铁锅，咁啊一路喺度炒，炒到咧开始出油啦。咁之后咧就会加埋嗰啲辣椒啊、豆豉去爆香去混炒啊。只是它都未炒完已经是闻到劲香咯，这样爆的猪肉怎会不香啊，全部都是那些香料加上个猪肉片。它呢本地人就说呢，来这里吃一个地摊火锅呢很有儿时那个味道啊。其实我只是见到那几个学生来这里吃饭呢，我已经觉得是大过了再吃的时候呢都会想起这一班的朋友咯，其实都是很回忆啊。哇，真的，其实我张台很小，所以你呢摆几碟东西呢就已经满晒，好像很丰富一样，很开心。因为我就不吃辣嘢嘅，咁所以我就只系落咗好少好少嘅辣，但系都系辣噶。所以咧，如果你中意食辣嘢嘅话咧，嚟到你系超开心噶，真系。咁讲下食完晒咁多样嘢咧，有啲咩推介咧？就系一定要食呢一个午餐肉。午餐肉打边炉咧已经系好正啦，再加埋佢呢个咁邪恶嘅锅底，邪恶嘅午餐肉加邪恶嘅锅底系几劲抽，系好好食啊！午餐肉啦，冬瓜片啦，咁呢个就系嗰个白饭啊，佢话要捞三碗饭，个个嚟呢度咧，成壳汤咁样淋落啲饭嗰度，好热辣辣。就一碗饭，那个饭咧系喺门口调味料区嗰度咧就可以任你滗噶啦。咁真系好鬼夸张噶！你一人一碗饭，再加几碟餸咧，其实真系够啊，即系够晒。再加啲菜咧，啲菜真系过九。所以你系中意食辣嘢嘅人咧，你嚟到呢度会好开心噶，嗌埋啤酒喺度饮下啤酒，食辣嘢。系啦，讲埋啦，最正咧就系午餐肉、冬瓜同埋虾滑啦。虾滑29.9真系抵，系抵过食鱿鱼咯。我觉得好大碟嘅虾滑好正。咁影埋调味料区啦，同埋饭煲俾大家睇。嗰啲饭咧，你哋自己滗嘅，自助式嘅呢度，你碗筷啊、饭啊，都系自己滗咧，自助式咁，好似翻屋企食饭咁样。咁大家有兴趣就记得过嚟食呢个地摊火锅啦，叫做牛福爷地摊火锅，喺国贸站或者老街站都可以嚟到㗎。